梗这是指真有你的呀 SE。这句话常出现在玩家对日本游戏厂商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的调侃中，其出处源于2019年开播的恋爱搞笑日剧《昨晚过得很愉快吧》的第二集，剧中的男主角在 SE 旗下网游《勇者斗恶龙10》中使用的女号，为了帮助游戏里认识的大哥解决住房问题，邀请他来自己家暂住。见面后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个妹子，于是两人在现实中开始了同居。当男主工作的店长得知此事后，羡慕的惊叹，怎么玩勇者斗恶龙还能遇到这种好事，真有你的呀 SE。后来这句话和相关表情包却被玩家引用来嘲讽 SE， 比如尼尔这些机缘的反向打折，正当防卫四的画质欺诈和 bug 百出，最终幻想15阉割 DLC， 八方旅人高定价等等 SE 骚操作，因此这句话多半情况是带有贬义色彩。不过也有例外，例如今年发行的最终幻想7重置版，当一些玩家看见地板老婆和蔡明老婆时，也会一脸痴汉的惊呼，真有你的 SE， 求求给个三连吧。